谢谢大伙儿啊。嗯，你看这又是一个节目了。刚才是我的两位师叔啊，刘春山和刘哲，大辈儿。哎，我很少把他们俩同时放在一块儿提过，你知道吗？他们俩原来不在一块儿合作。说得非常好，是啊，这都是我们非常崇敬的相声演员。嗯，一个新编传统，半新编半传统的一个作品啊啊，叫出口成章，让他们下去休息。这场呢，又把阎鹤祥换上来了，把咱俩换上来了。哎，咱俩上来那个功用不太一样，怎么呢？您上来呀、啊、是说相声、嗯，您呢？我上来是听相声，是吧？您怎么改？是吗？他们让您下去听的意思。不不不，我连黄牛说这样就让我往台上站，你知道吗？您怎么会听相声呢？因为我喜欢相声，当然了，以前也曾经从事过相声。您这是穿越到几年以后了是怎么？不不不，并不并不，就是刚才这人家这一个节目演完啊，我就痛下决心，嗯，不说相声。怎么这一场就说成这样了？怎么您不干嘛去呢？您我以后要更大、更广阔，星辰大海，知道吗？嗯，那是我的前途。哦，你知道吗？嗯，说相声这个就给我拘在这地儿，那不行，屈才了，屈才了。嗯，还相声演员。嗯，你见过一年就开四个专场的相声演员吗？还有那个一年一场都没有的呢。啊，是，你别说他们呀，对不对？你说咱，你看人家，你看、啊、你看人孟老师四十多场，你看都多厉害，你知道吗？那都是我崇拜的演员、嗯、那都是我爱看的演员、嗯、你也一样，又说相声又讲评书。我一年就四场了，那不一样吗？你评书不还多呢吗？啊，那我变五场了，对不对？不是就挺好。嗯，我觉得就是干点别的也一样嘛。您还能干嘛呀？你看不出来？没瞅出来啊。你没看出来我还能干点什么别的？这我看哪能看得出来？这个看模样怎么能看出会修脚来呢？这谁的观众这？长得帅啊，是不是？啊，您要不说谁也不知道，你给大伙讲讲。我啊，致力于科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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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把嘴里的袜子先拿出来，是不是？嗯，什么叫科学啊？科学家呀，科学家，科学家，你甭管学谁，你知道吗？科学家啊，您又改科学家了？科学家，嗯，导师，这导师知道吗？我说那教授才导师呢。导师，哎，教授可以，哎，不喜欢这名啊，教授。哦，你看，今儿还学一个教授，对，以后我就教授。这什么反应这？哦，你们说禽兽是吧？跟那还是有点区别的，知道吧？教学问，教能耐呀、啊，知道吗？哦，您这怎么又科学家？科学家教授？对，天文地理，什么历史人文，没有咱不知道的。这您新的人设是怎么样的？是，我那叫人设吗？那个、啊，对不对？我这就都是能力啊，有这个学问。对啊，对，这一直我让相声给我掩盖住了。是啊，本来这身能耐，我发明家呀。还搞过发明，大发明家呀！哦，好多那个科学成果谁研究的？嗯，我，嚯，我，都不信，我都不教给你们。就除了那自动刮胡子机以外，您还发明过什么？那个不是，那不是给你爸爸弄着玩的吗？对不对？你就回我爸爸，你对吧？别的也有啊。嗯，简短说吧，你看啊，克隆。哦，克隆我知道，克隆知道吗？知道，我的。我研究的不是哪克，这克隆是个孩子是怎么着？这谁们家孩子叫克隆啊？不是就我的严克隆，你是？我就知道这个有一马克隆，你知道吧？严克隆我不知道。不是克隆，克隆这多大一科学成就？这是您的？我研究的。啊、他们的克隆什么？克隆羊？对呀、啊，多利，对吗？啊，是那有一只羊。对吧？这羊可能比我岁数都大啊。啊。那克隆羊，嗯，我研的比他高级。您克隆什么呀？克隆人。哎，这您不能瞎搞啊！人家网上人都批判这个。批判什么呀？就克隆人这个违背有悖人伦，是不是？伦理道德。那他们弄不出来，弄不出来都说没有，知道吗？哦，他们也跟说相声似的。哎，对，他们也黑嘴党，他们都是，你知道吧？我不一样。您是真会这克隆人。克
这样空口无凭，简单，我举例子吧。举例子就克隆人，给大伙儿三言两语把克隆人这个奥秘给讲出来。三言两语就能把克隆人给他们说明白？回家都能坐下，克隆人没问题。我知道吗？啊，比如说咱比如克隆谁呢？啊，克隆你吧。哎，我一猜就得克隆我啊。嗯，克隆你，克隆我，杨永祥，嗯，杨永祥，他为什么要克隆他呢？为什么呀？这是你的这个粉丝投稿，哦，粉丝们说的，对，你的涉爱你的观众朋友喜欢你啊，啊，哎呀，他们最近呢在家里看这个天气预报，嗯，然后突然得知呢月底，然后杨永祥可能要去世了，对，哎呀，你先着急呀，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装装没有了，别没有了，啊，什么？咱先不说别天气预报，预报不预报，我先不提这个，凭什么我就得死啊我的？粉丝心愿吗？这是啥？是粉丝吗？这个心愿强吗？一会儿荧光棒就什么都拿起来，这没听说过。希望你那样。这天气预报也不报这个。天气预报怎么不报呢？天气预报报我没有。报最近不是多雷雨天气吗？不是，我遭雷劈似的。对呀，啊，你这就玩玩你一下，你知道吗？反正就月底吧，月底，杨永祥在太平洋上，哎，让雷就劈死了，大伙儿着急呀，啊。我没事，月底上太平洋是干嘛去了？我就太平洋那儿有雷呀，啊，就上那儿去呀，啊。年底去了，嗯，啊，月底去了吧，啊，到太平洋上去了，啊，完了说咔嚓劈死了，这不行啊，你这观众不干啊，嗯，非得再来一个呀，啊，对，还得广州还得办呢，还得，啊，对呀对呀，是啊，得克隆一个壮壮，啊，对呀，啊，找我来了，啊，找我来了，我得克隆你啊，对，我好好我得了，我来吧，对，怎么克隆啊？啊，你讲讲，直接我家有个实验室。哦，你家有实验室？实验室直接就克隆就办了，就你租那房子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啊，嗯。跟那儿去，嗯，我家都跟那个小实验室一样啊，嗯，都是无菌消毒的，都是，嗯，哎，给你往那儿一摁，是吧？嗯，这边我那都有道具，都道具，道具，哎，针头，哦，针头是道具，对对对，就，嗯，用的使什么？嗯，哎，针头，嗯，完了还有一根胶皮管子，啊，往后听就不欧了，知道吗？这胶皮管子呀，那说不准，我跟你杵在针头上，哎。杵针头上，啊，给你就卫生间，知道吗？哦，还卫生间，往那儿。您这都卫生吗？您这卫生间能不卫生吗？嗯，对不对？你就把着这个洗手池子，嗯，哎，我这儿赶紧这针头顺着你这血管，噗，捅进去了。旁边赶紧这头啊，接到那个浴缸里头，知道吗？得放血呀，啊。哦，还放血？化验嘛，哦，要不我克隆谁呀，啊？嗯，放血，哎，这弄过来不行，你血还太黏，你知道吗？嗯，这血弄不出来。你们看过那个给鱼换水没有啊？哎，你就找着这头往嘴里，不是，您这都卫生吗？您这，哎，就都倒进去了。嗯，咱也别抽太多啊，大概抽80斤血吧。好嘛，那不用去太平洋，知道吗？啊，我直接就死在这儿了。怎么抽80斤血像话吗？少了怕弄不活呀。那就还得少来点儿的。8斤吧，好吧，8斤。失血了一会儿。回手，8斤。8斤也够瞧的了。5斤，我这让两回，还两回价，你差不多你。您这要吃血豆腐。5斤，嗯，哎，赶紧夸，弄好了，来5斤，装盆里头。嗯，这盆拿出来，赶紧就是热乎啊，就是热乎，嗯，往里搁点盐，嗯，哎，点点酱油，来点味精，照一个你最近的照片，嗯，哎，撞着那个照片，哎，往里一搁，上锅蒸，蒸50分钟，揭盖一看，小盐和祥，对，哎，这不就小壮壮。我刚才就说没，这不就血豆腐，这不就是？后来这个卖血豆腐把这克隆人的方法卖走了，行了吧？后来叫卖血豆腐。你说毛血旺好不好？哎，你那不行，毛肚还得骗出来呢。你就说，你看你这些个克隆，这是技术谁设计的？我。就您这是科学发明啊？这科学发创造啊？这胡天知道吗？发明创造还有啊，主妇的福音。啊，这都什么词儿啊？我给你爸啊，我给你爸弄了一个那个全自动刮胡子机。嗯，给你妈也弄一个。嗯，你妈没胡子呀，怎么办呢？嗯，你考虑到家庭主妇嘛，在家待着很麻烦，哎呀，又得什么做饭呀，啊，然后又得什么养花啊，又得出去接孩子带孩子，太累了。那怎么办？节约你母亲的时间啊，给她弄一个自动蒸馒头器。自动蒸馒头器，蒸馒头多费劲啊，在家啊，和面。对吧？和面完了之后还得醒面，嗯，完了上锅再蒸，你还不一定蒸得好啊，对吧？你那喧喧腾腾的，那个多好啊！嗯，我这研究的自动蒸馒头器，这怎么自动蒸馒头器？这仪器好看啊！啊，这仪器是扁平的，啊，扁平的，前面一个圈啊，后边一个圈，哎，中间有一大梁，这梁上呢有一座子，前面梁上有一把，这底下呢有个脚蹬子，哎，自动蒸馒头器弄好了，不，这不自行车吗？这不，哎，对对对。
也倒是。自行车怎么自动蒸馒头器呢？你骑这个买馒头去。啊，这么个自动蒸馒头器是吗？你要自动包饺子机也是这个啊，也是这个，都解决了。一个外卖全解决了，知道吗？是什么自动啊？这我研究的。啊，您研究这？这都我研究的。啊，我跟你说，搞这发明创造太方便了。嗯，方便大伙儿。您再说说。也方便我自己。嗯，我就这么跟你说，最近我的生活比原来不一样了。您什么生活？最近好家伙，我比原来有质的飞跃啊！啊，质的飞跃。怎么了？有钱出去玩去。你也出去玩去了？我也出去玩去。嚯，没你那么远啊，没那么远，我就跟前儿什么那个青城山呀、峨眉山呀。哦，上成都玩来了。哎，好山好水好地方嘛。嗯，喜欢来呀、上这边来。嗯，上青城山转转转去，转转去。嗯，开着新买车了，我又新买车了，知道吗？嚯，豪车。什么车呀？超跑，这见过开见过超跑？我没见过超跑。豪超跑，捷达。对。哎，您是让人家坑了，你是没见过吧？捷达有超跑吗？你坐的低一点就超跑，你管那个呢，你知道吗？开车，哎，玩青城山，玩吧，峨眉山啊，这都是通过我用知识产生的财富哦，那都是我赚来的钱。哎呀，知道吗？最近新得一千万，您啊，拿着一千万买着这车，然后这一趟再去这儿旅游。哇，哦，嗯，这是钱怎么来的吗？您说说，这钱拿脑子赚的，拿脑子赚的，脑子有智力。对对，你就差一点，你没有，知道吧？就前几年吧，前两三年，嗯，那会儿。离咱不远啊，嗯，有地儿叫美国，你知道吗？美国，你这什么发音呢？美国啊，美国，哎，就那儿，就那儿，就那破地儿，知道吧？嗯，哎，最近，手上那儿去了，哦，去美国，美国，美国，有一德州啊，我知道，了解吗？德州，嗯，出两样宝啊，嗯，一个是扑克，一个是扒鸡，对，是吧？您说这山东德州，哎，你贺新今天。有德州，也是哪儿的人都有。今天啊，你看看，好，德州也好地方。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一个意思，跟咱小的，你知道吗？德克萨斯州，嗯，德克萨斯州有一个城市叫达拉斯，哦，首府，这你知道？我知道，达拉斯。嗯，在这个达拉斯的这个春熙路上啊，出现了这么一次。太古里就在这边。你等我一看，您还是没出成都，知道吗？怎么？达拉斯有春秀路？春不是什么春熙路？哦，春熙路，我也不熟这地方。北京春秀路，三里屯边上，你知道吧？多悬啊！春熙路，朋友们，这不赖他，我跟他对话时我也说错好几回，你知道吧？春熙路，记住了啊！这好地方，在达拉斯，相同于成都春熙路的地方啊，就市中心，对，繁华的地方。嗯，在那儿啊，突然间长起来一棵树，突然长一棵。突然长，前一天晚上什么没有，第二天早上起来，噗，马路当间啊，长起一棵树来。嚯，这棵树太可怕。什么样？没有树叶。哎，这很奇怪。奇怪不奇怪啊？没有树叶。是啊，拔地而起。嗯，都吓坏。嗯，民众都造成恐慌了啊，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呀。对呀，哎呀，给这特朗普急的呀，直薅头发呀。本来就不多呀。对呀，这怎么办呀？这个着急，嗯，得亏啊，这个特朗普有一个贴身的秘书，那就国务卿啊，白宫第一秘书啊，叫大美丽。这个大美丽，你这个故事编的都不可信了。这不大美丽，这是白宫的人吗？怎么不是白宫？怎么不是白宫？你不知道啊？嗯，大美丽说了啊，说这咱们国家不行，嗯，没有那么些人才，谁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呀？对呀，在遥远的东方，哦，泱泱大国，嗯，中国。嗯，有一个了不起的大科学家，谁呀？开问郭，在下，你把您这英文名也暴露了。哎，嗯，我，嗯，郭麒麟阁下，哎，我是这个大科学家。嗯，把我请过去，这事儿我就能给他们解决了，就跟美国人解决。哎，对，赶紧吧，开问郭，对，开问郭，嗯，派人。把飞机给我拉过去，嗯，我都没下飞机啊，知道吧？我在飞机上面，我低头一看，就这东西啊，拿个对讲机，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哪科哪种？我一讲，哎呀，给他们吓的，哎呦，说的满是那么回事啊，特朗普眼泪都下来了，是跪地邦邦冲天上磕头，哇，这你太好太棒了，这也太了不起了，解决我心里一个大疑惑呀，啊，当时给我一千万。这是知道这么一给一千万，你知道了，我知道，我就说这是什么，这个吗，对不对？说就屁城边上嘛，就这个吧，对吧？嗯，哎，不能在这跳，你往前再等一会儿，到学校再跳，你知道吗？这不行。
我一看我都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他们一看，哎呀，太棒，他都知道。完了，给1000万，帮忙磕头。你说有能耐挣钱就是快。你这玩意儿咱回来，咱不马上咱青城山再玩一圈吗？对不对？你也没什么大志向。可以捷达，哎，你看，没高兴，赚钱了，赚了。而且据我听说啊，我花点钱打听一个小道消息。什么？大概可能也就是明天。明天？哎，明天啊，明天有一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大事儿。哎。取消了，那个活动已经取消了，知道吧？我真的取消了。凭什么呀？取消了，取消。演员都让我扣住了，你说演员让我扣住了，没看。明天啊，朋友们，听我讲，在这个锦里，哦，还是这儿，也得长这么一棵树。哦，拔地而起。啊，树好，挺高。完了，不长树叶。这个你想怎么办？这是不是也得有人知道？哦，也得问啊。哎，到时候我去趟趟。一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哎，人一听高兴，马上又给我1000万，哦，明天朋友们，哎，那您给讲讲这怎么回事呢？就长这棵树，怎么这么突然吗？这么突然吗？就是我就问一下，我聊天嘛，怎么回事？哎呦，你问的可真随意啊！你问的这，就是聊天嘛，就问问，怕什么？不，这东西不，这跟那个克隆和自动蒸馒头器不一样。那我没学着什么，知道吗？那个说就说了，这不行，这是钱，这是钱，1000万，对不对？不是，我倒不是为挣钱，我就是学习科学知识。我就想怎么回事呢？你看你这会儿学习科学知识了，刚才谁跟着就您，你这好科学家，你行吗你？我是这模样吗？这是不是？我还美化了呢，你知道吗？你我不你就这样吗？一脸瞧不起，觉得这我不会。现在看1000万，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他不是关键我。不是，我就学学嘛，要能学再挣钱，这不更好吗？你给我讲讲。我这么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啊不是什么秘密。哦，我说出来，你要真想学，可以学。是啊，对吗？咱是比如说掌握一个什么科学知识了，你非自己藏起来，到你死你也不说出来，这不叫科学，都绝了就。对不？咱那不行，我得让这东西传承下去。啊，你得给我讲讲。你愿意做我的传承人是不是？我愿意。好，这话这么别扭。就是什么继承人还是什么叫什么？不，反正就是我跟您学，我跟您学，咱大概就这意思吧。啊，您教给我好不好？啊，你就真想学，我真想学，可以。嗯，你要真想学，我也可以教你。嗯，你咱也怕咱这根儿绝了。对对对，对不对？啊，真是，这现在谐音梗的不可乐了，朋友们知道吧？这你想这个 啊，这个树没有叶儿。嗯，那我问你，你是应该想怎么学？你是说想我当时怎么学的，我怎么教给你？还说我就给你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体会。你给我眼神，我能体会出什么来？哎，你就明白了。哦，赶紧自己回去研究去。这一个眼神怎么86回？你这眼神我体会不出来。您就是您怎么学的？您怎么教给我？我怎么学的？我怎么教给你？哎哎，我可提醒你啊！啊，我是给别人当儿子学来的。不是，那你说就咱俩这个关系，那就不用当了，少当2天。对。您说学这么一玩意儿，给您当一辈子儿子，您说这，当一辈子儿子，你说这，呸！什么演员呢？美死你啊！我这还美啊！给我当一辈子儿子啊！哦，我出去天天外边苦熬苦夜赚完钱，你在家一叉腰，我要吃饭吃饭。我是这个模样吗？没有啊，没有。那您这意思，这好便宜让你占走，那不行啊！哎，有的是人家给我当儿子，对不对？那你不行，是指个嘛？你那不是好多后台有好朋友，嗯，你不行，嗯，你就当这一会儿吧。哎，行，那更好，好不好？哪说哪了，就是你，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嗯，那你突然间，哇，爸爸，我学会了，哎，这就完了，到这儿就结束。好好，太好，不好？嗯，那就这样。行，当然了，以后万一啊，你要是忘不掉咱俩之间的这个情感啊，哎。走在大街上看见我了，嗯，心里有点善念，嗯，过来冲我一鞠躬，爸爸，您干嘛去呀？我去超市。哎，这就先占我一个，对不对？不光你还带着你干妈一块占我便宜，是吧？这辈分都对吗？你这要这样，要这样，我就不教了。您别，你叫你别理他们，他们这都观众，您告诉我，我告诉你，哎。告诉你，行，你告诉我，告诉你没问题啊。嗯，这个怎么学？为什么说要有这个父子关系呢？为什么呢？因为咱俩得合作演这么一个戏。哦，在人物里。对对对，要演戏。嗯，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德州，啊，
哦，就还是美国，不，山东德州，你知道吗？就在德州，这回德州、嗯、对对对，这这根儿就在咱这儿、嗯，要不然我也不能会啊。嗯，这个德州啊，嗯，有这么一对父子。哦，这个爸爸是一个老学究啊，哎呦，特别的有学问。嗯，儿子呢是一个大学生啊。这一天呢，赶上这个放假回来了、啊，回到家跟爸爸一块下地务农去。哦，务着务着农，突然间抬头一看，前面有这么一棵树。嗯，这棵树光有树干，没有树叶。嗯，他很好奇，就问自己的父亲，他父亲，那他老学究没有不会的呀？嘡嘡嘡嘡，哎，一说，他儿子算明白了。你想，你要演这个儿子，我演父亲，我一说你明白了，你不就会了吗？那这挺简单的，很简单，来一个，来一回啊，好不好？来一回、啊，那咱得化一化妆。怎么要化妆啊？哎，你咱下地务农干活啊，啊，它很累，太阳也很晒，很辛苦。哦，咱得包一包头，我、哦、头还包。对，包一包头。嗯，那我跟着您学是吧？跟我学。哦。这怎么？这叠叠三角，这还是？我也好些年没弄这个了，来一下啊，嗯，记，知道吗？弄得我像伊利丹似的。咱这好像不怎么吉利。我的刘海好看吗？往这边去，往这边去。我来不了这个，往里塞塞啊！哎，为什么戴这？主要就是太阳太晒了。哎呦，回头我怕呀，给咱这脑袋呀晒化了，你知道吗？嗯。哎、啊。可、嗯、以。哎、哪儿都有欢呼的，现在。你看，要是说开心呢，还得多办专场。嗯。来啊！咱们手里还得拿一把扇子。这干嘛呀？这个是这个耪地的这锄头。啊，就咱是农民嘛，对，嗯，农民下地干活啊，拿着这锄头，哦，扛在自己肩膀上，就这样了，哎，这就开始了，哦，好吗？那咱来一回，这就开始了，开始了，嚯、哦，挣钱了，这开始啊，嗯，咱俩是抬棺材的，这怎么？不吉利的，干嘛呢？你演我演的这儿，我看看你用没用心。我准备好了，是不是认真了？我认真了，那就开始，开始了。今天我有事了，这什么？您哪儿听出好来了？这个，这什么呀？这什么？你唱着什么味儿？你这等会儿是什么呀？这干嘛呀？你来不来？来不来？多难听！怎么了？我唱怎么了？不是，怎么还唱这个呀？学个这个？劳动号子呀！你下地干活，你不得唱着歌给自己打打气，然后干活有劲儿吗？哦，这还跟这有关系？废话嘛！那我怎么办啊？跟我一块儿唱啊！我跟着您来是吧？对呀、啊。哦，来来来、啊，想学不想学？想学想学。一千万啊！嗯今天我有事了，今天我有事了。撂撂撂撂！啊，我没事，你也没事了，没事咱撂下，咱别干了。那歇着吧，那就能歇着吗？那你让我跟着您唱，你跟着往后唱，唱第二句啊。二一句什么呀？二哎呦，你不明白啊？第二句是。前去胖胖地儿哟，不是你没事，合着我胖地儿？你不是儿子吗？儿子就胖地儿是吧？对呀，不讲理俊嘛，对不对？前去，打头来呀、啊！哦，劳动号子从第二句开始唱。嗯，今天我有事儿了，前去胖胖地儿喽。来在了地头上，嗯嗯，什么玩意儿？前去胖胖地儿哦。啊，别唱别唱，咱家多少地儿让你胖啊？怎么这么大地儿呢？你看看，那不都是人吗？那不都是？这不您说吗？前去胖胖地。我唱完第三句，你得唱第四句呀、啊。
第四句什么词儿啊？你不会呀、啊？废话，我会，给你当儿子呀，还。教你啊，教你啊。啊，你教给我。第四句啊，嗯，有一个动势。动势，动势啊！因为啊，这会儿你就已经发现目标了。哦，这就看见了。突然看见在那一边啊，这个树就长起来了，就在那儿。哎，啊，你有一个发现，哟，有一这个，知道吧？紧接着唱第四句，嗯，瞧见了树没有叶儿了。哦，这就看见了，就看见了。哦，紧接着别着急啊，嗯，还有几句白口。什么白口啊？哎，跟我学啊，嗯，听着，瞧见了树没有叶儿哟，啊，放下了锄，一锄二锄两三锄啊，跑在了地头戳下了锄，嗯，不用锄。不是我，就这个昂是什么意思？值钱就值钱在这儿了啊！这是为了闪一眼呀，落在板上。好，这破玩意儿还有板有眼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咔，这个树，打头来呀、啊！哦，来来来，剧情不连贯，你进人物没有啊？嗯，对不对？今天我有事儿了，前去碰碰地儿哦，来在了地头上，嗯嗯。树不有印儿喽，放下了锄，一锄二锄两三锄啊，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嗯，不用锄。什么都得学，你这。我说，男的儿子。到广州啊，我死活不演这节目了。我说，男的儿子。你说带上都不挨着。我说，男的儿子。我到广州，我给您来个。男的儿子。我干嘛你啊？我叫你呢，我。哦，您这是叫我呢。废话，你得答应啊。我怎么答？哎 ，A 就完了。那、啊、怎么了？不行，不行。你听听听。A 不行啊。那、啊、A 怎么不行呢？啊，我说话这么怯，你说话不怯啊？爹怯而不怯，看着他不像亲的。本来也不是亲的呀，对不对？那不行。那我应该怎么答应？你这么答应啊？我、啊、紧接着啊，嗯，还得叫我，怎么叫你？你叫拿爹爹呀。嗯，没事，我不着急，从那儿找吧，一会儿你知道吗？你叫我叫我之后、啊，你还得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嗯，倒去倒去。怎么倒去呢？你这么说呀？啊，说那不是你的儿子，拿的尿是嘿嘿嘿嘿嘿的儿子呢。这就是报应，你知道吗？哎呀，这个太阳是太足了。啊，反正我就叫您就完了呗。对，你得这么叫。阿弟爹呀！哇，别忙，啊、打头来，从头开始啊。今天没有事儿了，前去碰碰地儿哦，来在了地头上，嗯。树没有印儿哦，放下了锄，一锄二锄两三锄啊，趴在了地头戳下了锄，嗯，不用锄。我说拿你儿子到这儿了，我，俺不是你的儿子，俺这是他娘谁谁谁谁谁的儿子呢？那还用说吗？叫叫叫我叫，哎爹呀！哎呀，我说男的儿子，哇，你叫爹说妈呀，我踢死你我！你这是踢吗？你这个，你说叫你干嘛呀？这占了这么多便宜，我就问这树怎么没有印儿啊？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折腾我干嘛呀？我说我这剧中人物不知道啊，你问我了吗？我、哦、还得问你？你没问啊？哪儿挨哪儿啊？上来啪给我就来一下。张嘴就骂，抬手就打。这你现在还是我儿子呢？这要不是你，是不是还得弄死我呀？你得问啊！我怎么问呢？你说哪里爹呀？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儿啊？你问问我才能告诉你、啊。这就告诉我了是吧？对呀、啊，阿爹爹呀，王别跑，打头来。
今天没有事儿哟，前去帮帮地儿啊。来，在那地头上，看见了树没有印儿啊？放进出，一出二出两三出啊，抛开了地头戳进了出，不用出。我说俺的儿子，妈，俺不是你的儿子，俺的是他娘的谁的儿子呢？那还有事儿吗？俺爹呀，爸。俺爹呀，俺爹呀，你有完没完你？我说俺的儿子，哇，你叫爹做嘛呀？俺爹呀，那个树他怎么没有印儿啊？你说哪一棵？哪一棵呀？眼巴前这一棵呀？说哪一棵呀？对呀，你娘不傻小子？怎么的？那是电线杆子吗？但是我去你！欣赏相声造厨，表演者郭麒麟、阎鹤祥。谢谢大伙儿啊，还是这么的支持我们。好帅啊！啊，是吗？我都没听见。谢谢谢谢，谢谢。我就跟他这么一客气，感谢大伙儿啊。这个刚才。刚才是我们这儿两个很优秀的演员，嗯，啊，也不是外人，逗哏的是我干弟弟，叫陶云胜，捧哏的另一叫是我大爷，叫杨进明，老前辈，哎，老二位讲了这么一段，是下去休息，嗯，这场呢还是我们哥俩，对，啊，其实来说呢，办这个相声专场啊不容易啊，你得有一个好体力，是啊，啊，对，要不然往后就是有点丁对不上，嗯，啊，当然也确实是今天呀。好长时间没看见大伙了啊，有点兴奋加上激动，哎，但是挺开心的，嗯，是不是？我这人特别的喜欢和人交朋友，是吗？啊，你看在这演出，咱也是和观众朋友们交朋友，那你还收人钱啊？退退，都找他退去，找他退去。好嘛，我退得起吗？对，你不认识那党魁吗？你不是啊？咱就这么一说，就大伙儿交朋友不挺开心的吗？对，那后台这些演员也都是我好哥们儿。嗯，啊，你陶阳好哥们儿。嗯，何九华，对吗？你尚九锡，这好哥们儿。嗯，这跟真的，这平时在一块儿，这就跟同学那个情谊也都差不多，同窗之谊。对，一块儿学，一块儿长起来的。啊啊，好多还有今儿没来的。啊、还有谁？比如说九零，这我好朋友。哦，行啊。啊，咱看下一个是不是比这个浪更大？孟鹤堂呢，我好朋友。你下回拿一分贝测试仪啊，哎，对对，看看谁最火去了。看谁现在最火啊？这真是九锡也挺好的。嗯，你看九锡是大伙叫累了啊，换一个啊。反正就这都是好哥们儿，云鹏。嗯，啊，拿这测试是吧？高小宝。高老师是我助理，是今天的主持人，嗯，啊，也都挺好。这我们都别看是差着辈分，我们就跟哥俩一样。对啊，高小宝、陶云胜加上我们仨小时候一块长起来的。是啊，啊，一块小时候一块玩，一块练功。嗯，咱们远的不提，近的就说，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孟鹤堂，哦，小孟，我们俩行了，我就喊一回得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啊，等下回他转场，你听郭麒麟你也笑话啊，嗯，这个。行，听我聊了我们哥俩这交情。嗯，我跟孟鹤堂关系好。嗯，他来这儿来就早，是08、09，跟你差不多。我们一波嘛，你们那波最晚的，对吧？百支一波。对，他本来是九字的，你知道吧？后来这反正就往前调了一个，升一格。嗯，这个小孟就是，你前段时间家里好多事儿，不叫别人也得叫我。是吗？放心啊。什么事儿？那也咱们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嗯，这孟鹤堂啊，给他爸爸办满月。对，这是一个。不像人话，咱们孟鹤堂给他爸办满月，他爸满月有他吗？哦，唐突了，他爸爸给他办满月，那也不像话啊，那不是现在的事儿啊，不是，他反正家里头反正有亲戚办满月，有大事儿了，有一大事儿。嗯，孟鹤堂人家说，你看现在都知道孟鹤堂火呀，嗯，哎，操办都是孟鹤堂操办，哦，人家还得随礼呢，对，还得随份子呢，啊，这份子钱给谁？给孟鹤堂了，嗯，啊，给孟鹤堂。我上人家帮忙去吧，
哦，您帮忙？我帮他干点什么呢？您干嘛呀？我精通会计学呀。哦，你一个节目换一专业去？哎，就不是啊，就是会太多了。嗯，哎呀，我这能耐这都不行了，这都是就得拿手捡，你知道东西。哎，会计学我也会。哎，那么些亲朋好友都给他送礼。嗯，这账谁给算呀？我在下。哦，管账先生，鄙人。哎，我给他管这些账。嗯，我跟你说，咱交朋友得交什么样的？您说，交我这样的？为什么呢？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啊。您啊，肝脑涂地。嚯，你说不论次要是兄弟的事儿，嗯，办。你看，不要什么回报。嗯，我去那儿就给他弄这点账。你现在孟鹤堂多火？是，那么火，那给人送礼，那礼金那少得了吗？那肯定多呀。就你说，就这么一个满月，这么一小事儿。嗯，这礼金120万。嚯！亲朋好友多呀，哎呀，说实在，我都没见过这么些钱，嗯，知道吗？赶紧给人，这算我嘴贱了，我又嘴贱了啊！我见过，好吧，见过，嗯，就在孟鹤堂那儿见的，是啊，啊，120万，一百二十万，你干砖厂值啊？那可不是不是？你那收那些礼金不老少的，为算这点账，咱一笔下账都不能有，那是，那当然了，都得哪儿来的哪儿去的都得算出来。哎，120万，我足足3天3夜没睡觉，哎呦，没合眼，就给他忙活这点事儿。你说，哎，这些钱我给孟鹤堂10万块钱差不多吧？啊，你这个、哎、我交情，咱交情就在这儿。您管账收120万、啊，您给10万，上面那110呢？劳务啊，劳。老五，您扣这么多回扣啊！您不，你不能白算吧，对不对？好，有您这么办事儿的。我为给他算账，我那天那酒席我都没怎么吃。哎呀，对不对？我多爱喝酒呢，你说是不是？啊、你生气，我得了，我自己留点，我买酒喝吧。哎，我就简单留一点。您这什么人吧？120万，那听着不好听。你10万块钱一听是个整数啊，一后边全是零，你有一个二不行啊。来，弄10万块钱。嗯，真急了。那还不急呀、啊？真急了，我都不知道啊！真的，以后别看他相声，这人小心眼儿。这人小心眼儿。小心眼儿，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给他10万，他跟我还掉脸了。哎呦，后台差点没抽我啊！没抽我，得亏我助理在，你知道吧？嗯，要不然就抽上我了，大嘴巴子抽上我了。你说怎么办？还出去要上派出所要告我去？那还不告你？你甭告那个，得我也给他个台阶下。嗯，给他台阶，想要吗？嗯、想要上我家拿去。嚯！你看，哎，我跟你说，我其实是当着那么些人，我给他个台阶儿。正经你要脸要皮的人一听，得了，别去，不会咱这交情没了，不去。凭什么呀？孟他臭不要脸，去了，愣去了。不是你们俩谁臭不要脸？上我家去，我都没让他进门。哦，我接着门，你不要钱吗？要钱吗？把窗户打开，哗，110万往外一撒。真的啊，真的。你说这搁谁？但凡是一个就是有良心的人，他也不能蹲那儿捡。这您的逻辑是吧？哎，你看孟鹤堂，哎呀，这太无耻！他蹲那儿，他一张一张捡，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什么一个那个验假币那个笔，你知道吗？哎呀，递一下算一张，递一下算110万呢。好嘛，乐死你我。嗯。拿着这些东西，我就看，我在门口我看啊，看着他出了我们小区，打个车走了。嗯，我跳脚骂街，哎，孟堂孙贼，回来，我怎么就弄死你回来？你知道吗？谁还回来？哎，你说就这样的朋友，以后再有事儿，谁还敢帮他？以后有事谁还找你呀、啊？人家，我真没想你也是那么肤浅的人，是不是？我肤浅啊，这100来万嘛，对不对？你这您是不算钱，哥们弟兄交朋友了吗？就这么交朋友？再者说无所谓啊。嗯。谁我都算上啊、嗯、不交朋友咱们没事在一块没交情无所谓嗯不交朋友不交朋友呗那您怎么着说相声是说相声必须有朋友吗说相声都没朋友对呀、啊、对不对再说不说相声了相声圈容不下我那我不说了那您干嘛去干别的子承父业呀、啊、那你们还是说相声吗倒不是你不知道我爸有电影梦吗你不知道对不对我爸不光有这个梦他梦太多了嗯没事一天没事就做梦子承父业，朋友们，嗯，我以后当厨师。您爸不电影梦吗？您怎么当厨师啊？这老得拍食神什么的，不是他喜欢看吗？不是哦，没有那个，他又喜欢电影，但是他原来本职工作是一名厨师。哦，
我们先生还当过厨子。你看，你不知道吧？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你都是在他巅峰的时候，哎，有一个说相声的郭德纲郭老师一下火了，哎，这说相声说得好，你过来跟他学了。嗯，想当年他落牌的时候，你赶上了吗？没赶上。落魄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谁啊？嗯，那会儿我告诉你，也就是没人名气。嗯，其实，在行业内部也是这份的。什么呀？这了不起呀、啊！名厨啊、哦！我一代名厨郭德纲没听说过吗？你要不说没人知道，那是家父啊，那是、嗯、啊，你听听着，你看我这胸脯就硬啊、嗯，腰板咱就直。呵，我爸爸做饭做好极了，哎，这倒是真的。你看你这都知道吧？嗯，你看的节目了吗？为什么我臭鳜鱼做得好呢？对不对？哦、这咱都是，哎，有联系，都有联系。嗯，我爸爸做的就好。嗯，北京您扫进去啊。嗯，北京饭店知道吗？我知道，这可以了啊。北京饭店不软吧？那最好的饭馆，北京饭店啊。我爸在那儿厨师长，你扫听去。哦，有个郭厨师长，就是家父。哎，哦，北京饭店那郭厨师长那是你爸爸？我爸。哎，不对，我记得北京饭店有六个郭厨师长呢。是人比较多，北京饭店、嗯、对吧、嗯？那个个矮的那个。哦，嗨，你早说，哎、你说矮胖子，矮胖子、那个，哎，对，那是。我记得有四个矮胖子。黑胖子，那种的有俩都挺黑的，你非得给我多找一爸爸是怎么着的？你这是，反正就是北京饭店又矮又黑那个郭厨师长，哎，那是我们先生原来郭厨师长，嗯，那是家父，家父，哎，那可不，嗯，打小我就跟我爸一块儿，我给他打杂，干点这个下手活，哦，包葱包蒜，没进过厨房，包葱包蒜那叫零碎活，我下手活。哦，切个菜什么的，那叫堆儿上。我下手活，洗盘子、洗碗，那叫油活。你怎么不明白下手活？怎么个下手活呢？就是我爸爸看上什么东西呀、啊，我就往外带什么东西。偷啊、嗯！藏这么些年，我们不能在成都犯了案，你知道吗？没有啊，没有。嗯，我们从来不说偷这个字儿。那你们说什么呀？我们有行业术语，行话是。否，哦，你们这广偷叫否否否否啊，这就甭拼音了呀、啊。哎，否否，看什么东西挺不错，说把它偷走，不能偷走，那是否起来。哦，我就明白了，你看看，揣怀里带走了，嗯，这叫否。完了，走不能叫走，叫绞刑啊，就是勒死啊，就是。你就欠绞刑，你这。嗯，我们这绞刑用绞刑走。哦，绞刑。就是撤离的意思，对、啊，这都我们专业术语。嗯，当然了，我们不能在北京饭店偷东西。那、啊、你们去哪儿啊？你北京饭店人东西都有数。对，你偷完了人回来，人领导就知道了。嗯、啊，我们有时候还接一接这个，你们可能管这叫堂会。啊，有。我们叫跑大棚。对，咱们举例子，比如说现场有位观众朋友，哎，就这大姐吧，我看离得我近，这大姐、哦，家里头比如说要办这个生日宴会。哦，办生日宴会，办什么这个结婚典礼？嗯，家里太大了，啊、嗯，家里趁好几千平米，火人也多、嗯，不想出来吃饭馆，嗯，请我们上家去，我们给做饭。啊，过去大户都这样，跑大棚。嗯、你要说真浮，就得浮这样的，怎么浮呢？还不知道啊？您给讲讲，我就跟你们讲吧。啊，我跟我爸，祖国大地，山南海北，没有没去过的，啊，哪儿都偷过，啊，不就哪儿都浮过啊？别老瞎说，四川。哦，就本地来过啊，有大老板，非要请客吃饭啊，哎，吃火锅，嗯，要请，你看怎么办呢？那我们来了吧，嗯，来了，我们也不知道这需要我们准备什么，你知道吧？我们就来了，嗯，跟着我爸上这儿来了。当时我记得还是一个冬天，哦，天儿特别的冷，是我呢穿的不是别的，啊，大褂，哦，穿大，为什么穿大褂？这是工作服，是吗？嗯，啊，大褂穿的稍微松松垮垮一点儿。哎，我穿个特大号的，嗯，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刚才刘哲穿那大褂，嗯，哎，我穿上啊，这个就好浮了，哦，里头能藏东西啊，你看看，哎，穿上那大褂我就来了，啊，那年大我也小，才七岁，哎呦，才七岁也就七岁，大概可能也，您往回长呢，不是，一米二吧，嗯，特别矮，是跟着我爸就来了四川了，哦，到四川做饭吧，人家一看老板也不在，嗯，我爸一看。差不多到时间了，再不否来不及了。对呀、啊，冲我一努嘴儿，嗯，开否，就是开偷的意思。我这儿就明白了。嗯，等您指示吧。
我爸一看，您涮锅子吗？嗯，有这牛羊肉，哦，都是鲜的。哎呀，真地道。我爸一看这牛肉，高兴，40多斤。嗯嗯，浮起来。我浮这40斤牛肉啊、哦！我7岁啊，朋友们。哎，我才不到80来斤啊。浮，那爸爸都发话了。是啊，浮吧。嗯，40斤怎么浮啊？啊、嗯，我先拿起菜刀来，在这案板上啊，把肉放好了，一剁两开。嗯。两块好浮，这怎么浮啊？我带着工具呢，啊，拿出一根铁丝来，那铁丝长的啊，中间你给它窝弯了，两边呢，这头你给它拧出俩钩来，嗯，你看这牛肉，拿起来，一边一块，这个戴在脖子上，哦，就挂在胸前了，哎，嗯，我说哎，大牛肉倍儿好，嗨。行，没事没事，看见没事，带着了啊！我爸一看这不行啊，嗯，光浮点牛肉像什么呀？那怎么办？还得浮。哎，40斤羊肉。哦，还有羊肉，浮起来。嗯，一样啊。嗯，一样啊。一刀两开，拿铁丝窝弯了，弄俩小钩，一根一块。这个再搁头里，这不像话了。这个，嗯，这不行，这违反生物本身的形象了，知道吧？这个咱怎么办？搁后头。这把您能勒死，我跟你说啊。这前面坠40斤，后边坠40斤，俩铁丝儿。不是，你别从这儿走啊！啊，那不绞刑了吗？你从这儿走这个？那怎么勒呀、啊？这我头里我带着这个，哦、你记着吧，这不有一个吗？挂在这上面，上面有一环儿、哦。哎，把那个从那环里穿过去，解后边吊好了、哦，这还平衡了。哎、平衡了、嗯，一开始你就老这样啊、嗯，老这样，这会儿你哦，行，您这烦恼就没有了。哎，没有烦恼，站、直了。嗯，这回行，穿上大褂根本就看不出来。哎，浮够了吗？没有，还得缝，还缝什么呀？看来看去，大米，哎呦，大米也好吃，四川大米好，四川大米，嗯，装在一个米袋子里，嗯，缝起来，这怎么缝啊？好办呀，嗯，咱装在裤腿里啊，这裤腿怎么装米呀、哎？你看，你把底下这个脚这儿啊系死了，哦，裤子打开了，抄这大米，哗，都倒在左腿的裤腿里头。不，这，哦，你想说什么？这咱能吃吗？这回去还，你回淘的，我就能吃了吗、哦？对不对？弄好了，行，满意了吗？不行，还怎么着？还得缝，还缝什么呀？还得缝。你四川火锅吗？嗯，有什么这个百叶呀、啊，哎，毛肚啊，嗯、黄喉啊、嗯，这些这都好东西啊。嗯，我爸一看，缝起来。这怎么缝？咱这条腿不闲着呢吗？哦。打开了，毛肚、黄喉，嘁哩喀喳，午餐肉，哎，都搁里头。这毛肚越来越脆了，我跟你说。哎，真的，我回去都给发起来了。哎，系好了裤腰带，嗯，蛮好，挺好。大褂你也看不出来啊。嗯，还得缝，还怎么缝？还得缝。一看旁边，你咱这蘸料香油啊。哎呦，油碟最好吃啊，最香了这。我爸一看这好，缝起来。这液体怎么往外带啊？我心说也是啊。啊、嗯。我说这个我给他喝了，好，喝了我怕我就扛不住回家呀。那可不嘛，这跟那核桃一块盘出来了，就这个，这关键出来也不香了呢，就对呀对呀，那光是油了，这怎么办呀？咱有辙啊，看这墙上挂着一条猪大肠，哦，猪肠子，猪肠子，嗯，洗得干干净净的，嗯，有人爱吃肥肠，对，这还没切呢，啊，把它拿下来了，这头系死了。这边拿起那香油瓶子，嗯，冲着这大肠墩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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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墩，都怼里头了。嗯，搁点蒜泥啊。好，您吃的还真全。哎，点点蚝油，行了，蚝油，哎，挺好，放点醋，可以，不错。嗯，系口，系上了。啊，把这条香油猪大肠捋直了，系在腰上。嚯，这可得轻点系。啊，系好了，大褂一挡。看不出来，行了，还得缝，还缝什么呀？还缝，缝什么呀？火锅底料，就是人家四川这牛油火锅底料。对呀、啊哦，我吃火锅，你得吃火锅底料嘛，你不得、啊、对不对？火锅底料，牛油的，这怎么带、啊？大冬天呀、啊，这牛油啊，你想你不做开了，它化不了啊。哦，它装在碗里，它就是一个小坨坨，凝固了。哎，拿起来，正好戴一帽子，摘下来。再戴上，
看不出来。哦，行不行？嗯，你要是做成小熊那就坏了，是吧？得亏那会儿是这个碗的，扣上戴好了，对，看不出来，还得缝，还怎么缝？我不光爱吃毛肚黄喉啊，嗯，我还爱吃鹅肠啊。对，这鹅肠可不错呀、啊，在水里头淡着，泡好了，这我一缝，嗯，拿起来，都缠在脖子上，这玩意儿多遭罪呀、啊！那怎么办呢？缝出去吗？嗯，外边围一个围脖，好嘛，看不出来，嘿。还得缝，还怎么缝啊？还得缝，看那案板上啊，还有几条黄瓜。哦，这不错呀、啊，这个啊，这回吃完辣火锅，你来点黄瓜，你多好啊，解腻，清清口。嗯，这黄瓜这一身上下搁不下了呀。嗯，哎，我这裤腿满了，我这袖筒没满呀。那怎么办？把这黄瓜顺着袖筒都塞进去。哦，都塞到这儿。嗯，哦，哎，都塞进去，都弄好了，弄好了是弄好了，这手只能一直这样。这黄瓜也够长的，一直这样，你手不能打弯，一打弯这黄瓜呲就出去了。哎，只能这样，差不多了吧？哎，还得缝，还缝什么呀？看看啊，旁边地上还放着一火锅，铜锅子呀。哎，人家这火锅还不是说咱四川用的那个大铜锅，嗯，这是北京那种铜锅，哦，就烧炭那种。哎，是景泰蓝的，嗯，看出这家有钱了啊。嘿，拿这锅子，我爸一看不错啊。浮起来，这锅子怎么浮啊？我觉得这有点难哈。啊，这我爸爸说了，那浮吧。嗯，这咱也有辙。您怎么办？我拿两根铁丝儿。嗯，这铁丝儿啊捋直了，中间不留弯，这边一个钩啊，这边一个钩，两根都这么弄。这大火锅还有两个这环儿啊。嗯，哎，一边一个环儿弄好了，我一下蹲啊，把这个就挂在我里边那裤腰带上。我。挂好了，慢慢起啊！嗯。好嘛，啊，这是体操运动员那劲头啊！嗯，站直了。行了，我爸一看，行，差不多了。啊，脚行，哎，可以走了。脚行，走啊，走是吧？走，你走给我看看，你怎么样？怎么走不了了呀？你我都这样了吗？身上东西太多了，我敢动换吗？我啊，没事没事，慢慢蹭，慢慢蹭。哎，这会儿他们都涮火锅呢，没人管你。嗯，行了，走吧。什么造型啊？这要有人出来看见，非吓坏了不可啊，跟僵尸似的。我爸爸在头里带路，嗯，我在后边跟着，嗯，走来走去，走到这门口啊，你看人家呀，有好多这个工具哦。什么锄头啊，嗯，什么铁锨呀、啊，啊，都摆在门口跟那儿立着，什么都有。哎，我爸这人走路有一缺点，什么呀？不看道。哦，我师傅都这样。哎，不看道，鼻孔朝天，哈、嗯，这么一走，是、哦、吧？江南四大才子似的，是吧？分、往前走，他没看着这铁锨，嗯，这手一扒拉，火了，这铁锨倒了。嗯，你说你弄倒了，你给他立起来不完了吗？对呀、啊，不见。他犯懒哦，他一看倒了，回头冲我，啊，扶起来。他是让我把这铁锨给扶起来啊，我听错了。您听成扶起来，把这铁锨也带着呀？你看我这造型啊，啊，这我都蹲不下身啊，我都。对呀、啊，这怎么办呀？那爸也说了，嗯、我看这铁锨啊。这铁锨这头啊是铁的，这把是木头的，木头卖不了几个钱啊。我估计我爸想要这铁头，好卖废铁去。嗯、我过去拿脚踩，我一踩，这头起来一下。你看，我一踩它起来一下，我想这么踩着踩着，一会儿它不就折了吗？哦，就能带走了。该着倒霉，怎么呢？我正弄着呢，嗯，人家本家这老板出来了，哟，他想上厨房看看我们准备怎么样了。嗯。这老板还是四川人，看我跟这儿正弄着呢，一下就冲过来了。哦，哎，你做啥子？标准四川人。我一听坏了啊，看我做啥子？对、啊，我也不知道我在做啥子啊。人问你干嘛呢？这我爸让我弄的，我也没法说呀。我说我爸让我偷这铁锨，嗯，我就解释呗。我说没事，我这运动呢，我跟这儿呢。有这么运动的？我爸一看坏了，嗯，把人招来了。对呀，赶紧一个箭步冲过来，哎，老板，
这是我带来那个小伙计哦，给我帮忙，给我打下手那个。您是不是都不认识他了？嗯，人家一想，刚才摸得这么庞多吗？很标准啊！刚才摸得这么庞多吗？刚才没这么胖啊！是啊，我来的时候那穿大褂的显得瘦啊！是啊，我这现在身上不都好几百斤东西了吗？不都是？是没这么胖啊！也就我爸有词儿哦。那什么，您不知道，那个我们孩子呀，在您家呀，呵，您家这饭太棒哦，一吃完呀就胖了，嗯，哎，就跟吹气球似的，呜就胀起来了。这可能吗？哦，老婆也没变胖多吗？啊，就是头怎么没大呀？对呀，你想那头脑袋上他藏不住东西啊，搁别人没词儿。哦，我爸有词儿啊。怎么说的？是一开始也胀起来了，后来出来一刮冷风，这不又给馊干了吗？是不是？挤得胡说八道。人家一看也不想管这事儿，嗯，接着就问，想问问今天呀准备的情况。嗯，坐了几桌了？哦，就是坐了几桌了？我们坐了四桌了。坐四桌了？哎，不是让你们坐四桌吗？不让你们坐十桌吗？是啊，是四桌，不是四桌，是四桌。是啊，您看您自己都说我没错，就是四桌呀。老阔通。来，算一哈，算一哈，算一哈。就是算算吧，要跟我爸算账。嗯，一说算账，我爸开心了。为什么呀？只要一算账，把我就支走了。哦，我带着这点赃物一回家，死无对证。哎，这是个主意。你想想，这怎么了？这又？那我爸爸，嗯，可我是这么想的。嗯，人家老板没这么想。哦，老板也精着呢。嗯，哎，等一下，一起算一下。哦，叫你一块儿一起算一下。我哪能跟他一块儿算去啊？我就往后退。我说老板，不，我就回去了，我就回去了。我往后这么一躲，他往前这么一抓，这一抓两抓没抓着我胸口，抓着我这裤腰带了。哦，就是那猪大肠。我这裤腰带可不一样啊。是啊，他一使劲，我一寸身儿，嘎巴，怎么了？猪大肠折了。哎呦，香油顺着腿就流下来了。好嘛。一大胯都是油啊！啊，老板都傻了。耶，你们这个弯儿好肥哟！老板明白了。我一看都这样，这没办法了。嗯，你走吧，跟人走吧。就上人家会计室去了。哦，一到那儿，人家跟那儿算账。嗯，这屋真缺德哟，大冬天的啊，里头这空调开得特别暖和。是啊，你平时我是感觉暖和呀。啊，我这会儿我不行啊。哎呀，我一身东西呀。啊，我感觉我这毛肚都一个个都脆了，现在都。哎呀，我在屋里我还坐不下。嗯，我这裤裆底下挂一火锅呢。我把这个忘了。我说这怎么办呀？我跟这站着，眼看就要出汗，我说不能出汗。嗯，我凉快凉快吧，我就扇这大褂。你想一扇这大褂，它好歹它有点风啊。对呀，我还能凉快凉快。一扇这大褂，嗯，坏了。怎么坏了？我刚才挂这火锅的时候啊，我忘把里头那炭倒出去了。哎呦，在我裤裆底下它开了，着了。好家伙，顺着我后脊梁往外冒黑烟啊！哎呦，我都傻了。汗一下就下来了啊！汗下来不要紧，脑袋顶上我还顶着这牛油呢。对呀，这牛油也化了，满脸的红道子呀！我怕这老板看出来啊，我赶紧拿手擦。我这一伸手不要紧，这黄瓜全出来了。哎呦，别的看不出来，黄瓜才看不出来吗？是啊，他一个箭步冲上来，攥着这黄瓜，这个是那么回事哦？怎么回事？搁别人早没化了，哦，也就我爸爸。太有主意了，怎么说？一句话能给解释上来了。嗯，您不知道，我们这孩子他就是个寡娃子。谢谢谢谢谢谢，寡娃子吧。谢谢谢谢，感谢大伙儿啊！这是一个传统节目，嗯，叫造厨，是
我们哥俩一想呢，说来到咱们成都现役，买点咱们本地特色不行啊？我学的还像吗？我特意给成都专场准备的。对对对。当然了，我们也想过啊，说这个东西要改成粤语，能不能在广州使？后来一想啊，就我自己也不会，我说。关键怕外地观众真听不懂了，就对对对对，咱们四川话可能还算北方语系。对，川还是北方语系。对对对，你想说什么？我川普还是北方语系。川普是北方人啊。感情这祖上是这边的。嗯，这个咱们就说嘛，这个、啊、头一次在也不算头一次来这边啊，因为之前也来过几回。嗯，但都不是我们自己来这儿办专场。对啊，都是跟着我父亲来这儿演。嗯啊，当时是这个成都重庆两站连着演。哦，后来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西南这边观众特别的热情。嗯，我们自己也来吧。哎，没想到呢，就跟我爸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啊。我爸那个特别火，特别热闹啊。嗯、我们这就没什么人看啊。我说的是前两年，朋友们，前两年啊。啊，这个今年还是没今年还是挺好，尤其去年我们也来过这边。嗯，在这个大魔方啊，哦，你说那个石头父子，石头父子大魔方啊、嗯、也是一个乐大乐大的这么一个大剧场啊，原谅我的措辞啊、嗯、没上过什么学，反正是在挺大一个大剧场演出。嗯，也挺开心，当时感觉哎呀，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父母们特别的好，是啊，特别的父老，父老说错了，不好意思。我想衣食父母又是我们的父老，对不对？是这意思。那时候观众比例就有点变了呢。啊，挺好，挺好。我们也愿意来这边演出。嗯。啊，这不前些日子我记得是我那好兄弟孟鹤堂，哦、啊，就在这个剧场吧。嗯。演了这么一回啊、嗯，挺好。所以跟我们说说成都好地方，是一定要去啊啊！当然我不用他说，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地方。嗯啊，我就过来了。啊，本来定的呢是明天演，很少有周五演出。别瞎看，别瞎，我们舞台监督站在那边呢，知道吧？我们怕说点那个不太稳。不行不行，真的这不行，现在非常的严格，咱们一定得遵守这规矩啊，要不然下回你来不了了，你说是不是？这个本来呢说是明天演，嗯，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个组织当中沟通不畅，又安排了一场，但实话实讲是我们先定的明天这个日子，嗯，啊，又安排一场，我看我说这不行啊，这哥俩太火了，啊，相声泰斗啊，这是啊。这哪敢跟人家同场竞技去？嗯，这开玩笑啊。实话是，本来确实一个团体啊，你看我爸总说，衡量一个团体是不是专业，是不是优秀，你看他有没有商演。嗯，我都没想到我们出来商演还能碰上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擂。我们也考虑到热情，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可能今天还有很多观众看完了，明天还得去看他们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就让大伙儿知道知道什么叫相声啊。玩笑话啊！我也跟他们也说来着，因为他们上个星期的周末呀，嗯，在北京还办了一个演出，当时呢正赶上我父亲在北京有演出，嗯啊，我说半天说的谁呀？你到底大伙儿都知道，心知肚明嘛，不能提，不能提。这个我跟他们就说，我说你们现在飘了这个啊，上礼拜打老锅，这礼拜打小锅。也没想到，你说这一晃跟着我出来商演那得是两年前了。嗯，去年好像也跟我们一块出来商演，是啊，少帅出征什么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嗯，好哥们儿，嗯，但是由于一些个这个原因吧，咱们还是不要把他们请上台来了啊。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大西厢，表演者陶云胜、杨俊林。
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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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累了受累了，谢谢大家，稍等我调一下话筒啊。这都不是你的活儿，知道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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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激动了，因为我是第一次。什么？你胆儿太大了，你胆儿多大啊？今天郭麒麟专场，你问我什么时候娶你？这个观众以后不要来了，啊，不挑场合是？这么多观众是不是？我爱不过来，真的是都够口了，谢谢。这个今天来这儿呢，确实非常开心，一演出我就开心，也看到什么地方。对，成都是我第一次来，真的。头一次啊，第一次。各位，我第一次来成都，你们来看我演出，第一次就给你们了啊。这都敢说，您是第几次来？我也第一次。啊，老当益壮，嗯。这个我们爷儿俩呢，都是头一次来。对。各位可能这个中国各大地方都去过了，都是来看德云社专场，是吧？还有去国外的。这个哪儿都跑，各位都是我们社的这个忠实的社粉，真的，是不是？我特别感激各位，尤其我这跟人助演来是吧？我今天已经收到了很多的礼物，我太开心了，真的。我一上台看，这不让送礼物呢，那人家安排啊，那咱没有办法，确实是。当然也好，你说这个真的一开放起来了，只有人家有礼物，我们上来没有礼物也挺尴尬的，是吧？这样倒好，都看不出来。对，对对对，你太坏了，还给地址，都邮到德云社去就行了，是吧？这个一定要公平一点，确实不能让人家为难。你说人家接了一大堆礼物，我们这儿一个没有，人家也过不去。我们脸上也挂不住，这样好了，收多收少呢，大家看不见。各位粉丝之间您也别争，确实您争这个没意思。我有时候跟郭麒麟聊天是吧，他说他的粉丝呢挺多，但质量都非常高。质量非常高，是吧？是。没有那乱七八糟的，都是好粉丝，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女孩，真是。我特别佩服郭麒麟，他这点他控制的特别好，啊，说郭麒麟这控制能力，那咱也不知道他怎么练的，是吧？他就能把握好这个尺度啊，要不人家开专场的是不是没有特别的地方向他学习？为什么向他学习？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呀，他是我一个哥哥，他管我叫弟弟，我们这个一块呢，在郭老师家里，他是郭老师的儿子，这大伙都知道哈，这。对对，他是郭老师儿子，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吧？我是郭老师干儿子，也差不了太多。确实小的时候嘛，郭老师特别爱我，有的时候还特别偏疼我。郭麒麟看着就红眼，啊，有的时候就老害我。害你？这您不知道啊？那小孩嘛，啊，小的时候郭麒麟，您见过那时候吧？对啊，特别胖。对，小时候啊，特别胖，现在瘦了，那时候特别胖，可爱。我那会儿特别矮，我可能也就到他肚子这儿吧，差不多。你现在也不高啊？老拿过去比。小的时候我特别淘气，郭麒麟是蔫坏，到现在也是，他是蔫坏，啊，特别坏。大家可能听说过啊，我们小时候的故事。
啊，一块儿睡觉那就不说了啊。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意思是吧？您小孩不都一块儿睡吗？通铺，是吧？不光有我跟他，那高小宝是吧？我们都一块儿，我们都一起一块儿发小长起来的嘛。说那时候在天津旁边有个影视基地杨村是吧？对，那儿有个影视基地，郭老师拍戏，我们俩都在剧组里，特别小，夏天都光膀子是吧？穿一小裤头，小孩嘛，小男孩嘛，是吧？我们看人拍戏也无聊，大人们管不来小孩啊，都忙去了，就我们俩关系好，我们说咱们玩去吧，哪儿玩？人影视基地啊，有一片那个梨园啊。不是听大鼓的地方啊，果园吗？哎，果园就是专门种梨，那个梨树很高啊。那时候矮呀、啊、小啊，想吃我又够不着，我想让郭麒麟呢带着我一块儿，让他帮我够下来啊。啊，我就带着他就进了这梨园了，说去摘梨，说好听是摘吧，不好听就是偷去了，因为也人家不让摘。嗯，对呀，废话，蹑足潜踪。那个最好了，熟了，我说你去摘，他说你去吧，你去摘来，然后我兜着，我接着，他那衣服肥呀、啊，跟口袋似的，是吧？我给你接着，我说好，我灵巧，是吧？你兜我一把，我就上去了，我踩在树上，踩那架子上，我就蹬这梨，劲儿太小，那梨长得也结实点儿，蹬好几下没蹬下来，后来我一使劲吧，连梨带我一块蹦下来了。啊，一块下来，拿一梨，还拿一串，可能是有那么两三个吧，而且够吃了，是吧？给你，扔在他这兜里了。我们俩就往外走，正走着呢，他在我前面啊，啊，我就感觉后边啊，有东西跟着我。东西？什么东西、啊？可不是人家本仙找上来了啊！那树上那马蜂窝呀，啊，炸了！我一使劲呢，砰，马蜂窝炸了。呵。蜂拥而至，就这么形容。我在前面，蜜蜂后边追呀、啊。郭麒麟，您别看他胖，跑得真快，兔子都是他孙子。噔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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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他跑是跑，那梨可没掉，他在拿着梨啊往前跑。我就让这马蜂啊给叮了，跟花瓜似的，眼睛也肿了啊，嘴也翻起来了，耳朵一边大一边小。鼻子也没有眼儿了啊，眼睛一成一条缝了。反正您就想象吧。这回你胖了。我不胖啊，那这回胖了，那是吧？特别小，我就趴在地上了。我看郭麒麟在前边，我眼睛肿了，影影绰绰看着郭麒麟没走远，我就喊救命。我说哥，救命啊，救命啊！您再瞧郭麒麟抱着那梨，这什么模样啊？啊？啊？救命啊！啊！他装听不见，后来把我救出来了。救出来说呀，这个也没带着药，附近没有医院，怎么办呢？人说有一偏方，说这个童子尿最管用。郭麒麟把裤子吞下来，冲着我，纯天然无公害，真的啊，确实是童子啊，特别小嘛。人家大人也使坏，估计这确实管不管用咱不知道，后来好了、啊、小时候有这么一段经历、嗯、我们关系就特别好。后来跟高小宝我们仨人去练功，北京有个地儿叫大观园、嗯、您去过吧？啊，去过，是个公园，据说那个林黛玉啊、贾宝玉啊、刘姥姥啊，他们都在里边、啊、对，不是真人啊，那蜡像在里边，有趣，您可以去玩一玩。大观园现在还有，可能有什么才艺表演吧，什么杂技啊，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小的时候在那玩，在那跟人练功。高小宝大伙知道，人家是有底子的，练武出身。各位你仔细看看，人走道上来这个脚步都不一样，都带着风。嗯，人家有底子，我唱过两天戏还凑合。这里边最差劲就是郭麒麟，又胖，什么也没练过，而且他不想来练功，都是郭老师勒令，你必须去。你看你胖的跟什么似的，是吧？赶紧减减肥也是好的。当然现在小嘛，腿脚也都灵活，是吧？压压腿呀、啊、是吧？下腰啊，下下腰啊。哎，下怎么下腰啊？怎么下啊？这不是下腰。你下一个呢？我下就真下去了，是吧？微微腰啊，搬搬腿啊，练练身上啊。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不到一个月吧，郭麒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其实也有点坚持不下去，但不好意思说啊。怎么呢？回到家那是住家里啊，跟郭老师一起住。我们郭老师住别大别墅，好几层，我们小孩住在二楼吧，啊，反正一楼二楼都换着住。晚上回来，郭老师问练得怎么样？其实我们仨呀定了一个计，我们就说我们不要练了，我们仨统一战线，再也不练了。不练了？练他干嘛？统一战线吗？不要练功了。商量好，你这口吻一致啊。到了晚上，我们看这个情况不妙，郭老师那天心情可能也不太好，嗯，啊，人家检查作业来了，嗯，练得怎么样啊？跟着脑补一下郭老师特别严父啊那个形象，啊，练得怎么样了？然后很有共鸣，练得怎么样了？嗯，郭麒麟说，我不想练了。那人亲儿子说不想练能怎么着？然后就问我，小崽儿，我就外号啊，小时候，嗯，你呢？我看这情况不好啊！我说我是唱戏的，我这点苦我还是可以吃的，啊，啊，你还真行！他问到高小宝那儿，高小宝说我是练武术的，我怕什么？那我现在给你翻一个，是吧？把郭麒麟饶里头去了。嗯，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这事儿特别多。你说谁坏吧？那倒谈不上。你们都够呛。好玩极了！现在你看人郭麒麟。是吧？人家也很大了，是吧？个头也很大，是吧？大高个儿，最起码比郭老师个头大。他这也健身，也挺壮的。各位，他就属于是什么呢？穿衣啊，显瘦，脱衣有肉的那种。真的，他练。你哦，夏天都穿短袖，他那个腱子肉咱都能看见。嗯，肌肉是吧？腹肌都有，腹肌这人是低调，不像有些演员似的天天发自拍，是吧？人家特别低调，这就是我特别喜欢他这点儿，知道吧？向人学习，有什么东西咱不能那么高点，低调一点，咱关键是业务得好，是不是？嗯，我们今天我们还聊天呢，说来办专场，本来说这两天不行，因为要跟郭老师啊参加上海的演出，要排练。郭麒麟说：“我的专场你不来。”我说：“不光有排练。”我说：“这个烧饼今天也是专场，还是明天吧？也是专场。”我说：“这两天都撞上了。”他说：“我都特意要的你，你必须要来。”那你说怎么办？这是实话，各位不用惊讶。嗯，小的时候关系好。跟他助演的机会也特别少。我上一次在北京展览馆，他那会儿是头一个专场吧，还是什么大的？2017年可能少帅出宫是吧？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可演的，是吧？他可能他多一点。少帅出宫是不是有这专场是吧？啊，我给他噎了一个那天，往后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安排我，可能是。反正这次呢，躲了躲，闪了闪，就是来了。把别的演出推了，来这儿演出。我说那必须要来，就我也开心，给他助演，真是，尤其各位观众是吧？嗯，也对口味，都是听艺术来的，真的。这证明啊，对你的关心。刚才人演那节目传统相声，嗯，那是艺术，对，是吧？我说你爸爸是吧？那个。不是，那是艺术，艺术。老先生留下，您是老先生 啊，这都是从小学的，对，是吧？嗯，传留下来的，能不是艺术吗？优胜劣汰，留下来的一定是好东西。那当然，当然有点伦理根是吧？那没办法，相声逗乐的是吧？我是你爸爸是吧？那种。对。其实来说，啊，这种东西在舞台上表现的有些过分，嗯，有些但是是假的。是呀。谁也不能拿它当真是吧？没错。站着的我是你爸爸是吧？当然，三番四抖你还得来，我是你爸爸是吧？我你爷爷。这小孩儿哎，变着法占便宜是吗？人各位观众什么没听过呀？啊，就是给大伙儿就说解释解释。解释你别比划。这种节目是老的传统的，啊，必须要保留。对。新节目也有啊，人家头一个演的就是新节目啊。嗯。创作的就是完全是个人创作的，你在别处再听见那就是抄袭的。我看见他在电脑上创作。
挺不容易的，现代的传统的他都掌握了啊，基础好，没错，这点是绝对的，郭麒麟这这个 very good 的，嗯，真是这样。您能看上，您是老先生，您做公平啊，您公平，您说一说他是不是底子非常好。好啊，手份真的，等于是没几个这样的啊，没错，特别低调，这活头特别好啊。老先生经常也给我们说，这老先生说半天把您忘了啊，你才想起来吗？不是才想起来，啊，我得介绍介绍 啊，说说，说了半天我们了，我太投入了，你说你半天 了，这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啊，也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对，我师父的同门师兄弟，没错，侯耀文先生的这个弟子，啊，杨继明老师，大家都很熟悉，对，啊，谢谢谢谢，老先生，跟我们一起演出这次，其实算是变相提携提携我们。在艺术上给我们指点指点 啊，互相切磋。人家的会的节目太多了啊，新节目老节目，有一个节目叫《论拳》，大伙儿听过吧？啊，杨老师创作的，对，是我写的。就那个什么孟苏七世拳、孙锦章关东拳，哎，那是人家写的。啊，现在也变成我们这流行的节目了啊，写的多好啊！都在演嘛，真的，有个好师傅，有个好侯先生、侯耀文先生，啊，新节目老相声都好。可惜就是走得太早了，那我都没赶上。对，侯先生2007年没了。我师父英年早逝，真的，啊，走得太急了。哎，把您落下了是吧？应该带着你，像话吗？继承你师爷的意愿，仍然坚持在舞台上说相声。是，您就不要说的那么沉痛，你得有点乐，啊，是不是？啊，大伙儿的乐就是把你带走，就是乐。那就回不来了。不是回不来了，您看您也这么大岁数，矫情这干嘛呀？啊，真是。对，谁提的？不是，就是说您现在艺术已经炉火纯青了啊，那谈不上，完全是侯先生教导的好。哎，是是，得有个好师傅啊。我就有个好师傅，嗯，郭老师啊，在各个方面都对我有比较很好的指导吧。那当然，相声啊、戏曲啊，各个方面，都教我。嗯。我们这些徒弟里边，我可能是学的比较多的吧。哎，是小时候在家，后来又经常演戏，是吧？经常在一块儿，我们俩互相切磋。嗯，然后我们俩一对眼神就知道互相到底怎么想的。啊，也就我俩能对上眼神啊。你要换王九龙，完了对不上了，是吧？就是对眼师。师徒之间这个关系它很微妙，就有的时候像父子一样。是是是，这您是了解的，没错。咱们这行业就是师徒如父子嘛。哎，家学，嗯，家里学，嗯，学的东西就太多了，而且还很严格，每个字每个腔都得抠。你就是我小时候学太平歌词，嗯，说学逗唱这个唱，太平歌词，郭麒麟，嗯，这个我们都学过，对，都学过。其实他没我唱的好，因为我跟郭老师正经八百学过，那时候他去外国上学去了。这没好好学啊，出国了啊。嗯，我又学点戏，有点底子。嗯，郭老师就说这个太平歌词它有窍门，那时候都不告诉别的徒弟，你知道吗？他们也唱不好。嗯，这个太平歌词一定首先来说得有条好嗓子。嗯，其次就是你得有共鸣腔，大伙儿你要乐意呢也可以学一学，你只要找着鼻腔共鸣唱起来特别好听，谁都能唱啊，谁都能唱。我想我跟您唱两句。您来两句太平歌词，你注意啊，主要听这共鸣，共鸣，共鸣，共鸣就是发音位置，最后落在哪儿？是吧？落在这儿，头，这叫脑腔共鸣。哎，落在鼻子这儿，鼻腔共鸣。嗯啊，喉腔共鸣。对，是吧？他唱的时候也有共鸣，他这儿。对，这是盆腔共鸣。指我干什么？腹腔。腹腔。哎，对了，嗯，得有共鸣腔好听。共鸣腔好听。一唱是这个味儿的。对，来来。远目江山论兴亡，群雄聚义舞刀枪，那张士诚陈友谅兵强壮，在那安徽还有那朱元璋，就唱四句啊，唱多了就不显了。唱四句，您听听，每句都得落得鼻腔，好听。论兴亡，太有味儿了。哎，
鼻子，鼻子啊，各位，太有味儿。唱太平歌词得有鼻子。哎，有鼻子。废话。必须得有鼻子。当然你光有鼻子没鼻孔也不行。那个声音都是从这儿啊散发出来的。王，还得收回去。还得收回去。啊。王。行了，没完了。我看您的鼻子就不错。我鼻子怎么了？共鸣好啊。哪共鸣？跟佛爷似的长得多好。别拿我比。唱。唱好。太平歌词。有味儿。你一天两天练不成这样。哎。真的。要下功夫，嗯，啊，再就别的学了，我们也老说学哑巴是吧？学那个，那个节目我今天没演是吧？嗯，那我给别人助演演那个节目是吧？那个节目也是归为学，不光学哑巴，各位，嗯，学的太多了，戏曲歌曲，你看德云社很多很多演员都拿这个来学，学歌曲最好啊，岳云鹏，嗯，这活当年火遍全球啊，外国人都听这个。全球啊，人家彩铃都是送情郎啊，歌曲啊，特别好啊，人家拿手，人家长项，嗯，戏曲曲艺就得说我们这一批了，小孩学的比较多。那我跟郭麒麟啊、高小宝我们都学过，其实高小宝唱的也不错，一会儿可以让他唱两句，是吧？嗯啊，曲艺太多了，谢谢啊，曲艺说这个要是说唱的最好的，嗯，不是说我。唱的最好的得是我师娘是吧？嗯，那当然。那没挑了，人家京韵大鼓唱的好啊，人家唱的是落派。对，啊、嗯，白派人也会。嗯，当然说京韵大鼓有三大流派，有很多流派那都是小众，比较小众。嗯，唱的最多的就是那三大流派。哎、嗯，就是刘白章。刘白章，这您是知道的。啊，对对。刘白章后来有个烙，就是骆玉笙。骆玉笙后来了，原来就是刘白章、啊。哎，这刘是谁啊？嗯，刘是刘昊然啊。就白呢，白敬亭啊，张就是张一山啊。您说的是新星，都是新星啊。就是哪儿啊？火爆程度差不多。是，对，嗯，不亚于当年啊，这个刘白章。那是，当年刘白章谁啊？刘是刘宝瑞是吧？嗯，刘不是刘宝。刘宝全。刘宝全。哎，刘宝瑞是说单口那个啊。嗯、刘宝全，白是谁？白云鹏。白云鹏。张小轩，嗯啊，张小轩啊，尚小菊啊，是吧？过没有那个？哎，反正你听，这就像干这行的，嗯、好听。啊、古界大王刘宝全、嗯，唱起来声音特别高亢，啊、而且嘴皮还特别俏皮，好听。闲话不多说，给您唱两句。好啊，啊，是这味儿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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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二八多那位俏佳人蓝梳妆里个能崔莺莺哦得了八大点的病啊、躺在了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鞋半卧哎呦这位姑娘你也呆呆呦得闷呦呦你听这嘴里嗯舌头但凡长点都唱不了真的你也呆呆呦得闷呦呦你也呆呆呦得闷行了，颤舌音，哎，好听。二八的俏佳人，嗓子得好，啊、得了八大点的病呢、啊，嘴皮儿啊，啊，得紧实。您这嘴就不行，我嘴怎么了？啊，你唱不了这嘴，啊，你这嘴什么嘴？皇上他妈，那这是太后。这嘴跟那梁朝伟那个电影那是不行是吧？你唱。啊，得了不不不不，那不行是吧、哎？这得要功夫。哎，要功夫，有功夫得练。哎，刚才唱这段就是《西厢记》其中的一点儿。啊，《西厢记》是德云社这个常演的曲目。嗯，不光是舞台剧啊，郭老师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唱到《西厢》。哎，啊，我们就会的比较多，都得学。嗯，有时候郭老师就写，又编出几个新的来了，让我们就学。嗯，太多了，曲艺当中你就有很多小曲小调啊，竹板书啊。嗯，因为过去岳云鹏老唱那个。拆西厢，嗯，那也挺好听的。拆西厢，学唱两句啊。啊，快板儿。没有板是吧？没有。您翻翻您那裤兜带没带？没有我。没有是吧？谁？唱两句啊？咱就是干唱啊。干唱。可能差一点。嗯、有没有音乐？
没有，哪有音乐？没有，没有音乐哈，那我就干唱。没，不知道你没给您预备。盈盈门坐，手儿托着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啊，一从头你要讲个明白。张君瑞本是这个唐朝的客，三娘们宋氏三代女群差，就这味儿，好味儿。哎，这个三娘们儿，这不是贬义啊！啊，在那个时候，女性就是叫娘们儿，啊，就叫娘们儿。对，啊，不是说像现在大街上骂街，啊，你个娘们儿，不是那个意思啊。啊，这人是文言，嗯，咱娘们儿宋氏三代女群差，北京竹板书，哎，这叫尊称，也挺好听，啊，好听好听，是吧？你到了安徽，啊，安徽有黄梅调，黄梅现在叫黄梅戏了，啊，嗯，人家有叫黄梅剧的，啊，反正都是那个味儿，唱起来有点方言，垮不唧儿那么好听，也是大西腔。对呀，啊，是吧？好听极了啊！咱来听听您。当然，你要是没点这个文学底子，还听不懂啊。它里边很多文言文，不像刚才那个“盈盈门坐，手托腮”是吧？大伙都能听懂。嗯，啊。它那个里边有很多文言，你得仔细听。嗯，啊。可能你当时听不懂，反正你得慢慢的琢磨。啊，我给您唱两句吧。您来两句啊，黄梅调。好，黄梅调。嗯，呀，一见姑娘花园奔，不由掌声心内慌，不用人说知道了，小姐对我动了心肠。花园之内嫁娶会，急忙放下我的文章，紧走三步花园奔，我与小姐耍溜。你这你想好再唱。不是这个诉衷肠。你老搅和我，什么搅和你？谁搅和你了？他老在旁边耍流氓，耍流氓。是谁呀？我说的，只是说文言文言的。你耍流氓是什么文言，啊，是吧？反正这个意思吧，因为他那个行为也差不多。嗯嗯，读过西厢，看过西厢，您都知道，其实，嗯，书里边写的那个张生吧，没有那么好。其实这个人性挺次的，嗯，是吧？就因为我塑造之后呢，他才是一个。你别乐，你别乐，确实是啊。啊，那评戏里边，那人家塑造那个张生就是很差劲的，是吗？赴约都是迟到，你说那能跟他在一块儿？有这事儿吗？有啊，啊，人家莺莺跟写好了信了，待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啊，扶墙花影动，一世玉人来，啊，写的多好这词儿。好 啊，张生一看，嗯，一世玉人来，掉一个一看，约吗？是吧？这那能不约吗？那时就有说到心坎里去了，赶紧把这信揣好了，啊，搁到祖宗牌更供起来是吧？开心呐，他喜欢崔莺莺啊，换了身新衣服，病也好了，汗也不出来了是吧？叫好琴童，准备一切，他要赴约，干嘛呀？去见这崔莺莺。啊，人崔莺莺早在那儿等着呢。见面啊，在那儿坐着。啊，大半夜的，为什么要半夜见面啊？嗯，白天人崔夫人不睡觉啊。倒霉的崔夫人是吧，老太太她不睡觉，她拦着这俩人，晚上睡觉去了，这俩人就约会，半夜三更崔莺莺在花园等着她，张生来赴会，也不知道是不认路还是怎么着，就迟到了一会儿。嗯，这个崔莺莺很不开心，人家戏里边有那台词，我觉得真好，点睛之笔，是吗？嗯，虽然水点，但是特别，这个意思特别好，好听啊。嗯，往这一坐是吧，看见张生了，就那一句台词其实特别简单啊。什么词儿啊？什么词儿？看见张生了，嗯，哎呀，又高兴，啊，又埋怨他，嗯，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半天了。啊，可这句词儿要拿戏味儿一带，各位，您这真的感觉这个人物太可爱了，您就愿意相信。那你咱们来一回怎么样？你给俺唱唱。你来这崔莺莺，谁？你就来崔莺啊！反正各位也不打死你。你等会儿，你让我来谁？你这样看不是不像崔莺莺吗？啊，是吧？您这一脸疙瘩没灵。那什么？你疙瘩没灵？拿这手绢儿啊，把您头啊这么一包起来，就像了。就那意思。
是。哎，这像不像三分样嘛？我可是我今天也没带着那个我那套化妆那个工具来，是吧？主要是看你，对，是吧？您就把那词儿记住就行了。什么、啊？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半天了。哦，你怎么才来？啊，我等你半天了。那要快一点说啊，连着说啊，然后还得挂点戏味儿。哦，挂点戏味儿。唱评戏吗？来试试啊！来试试，来试试，来试试。哎，这个人不捯饬不好看，是吧？嗯，捯饬完了您再看啊。啊，对吧？我崔莺莺，您是绿豆莺，您这你绿豆莺啊，崔莺莺嘛，反正嗯，也好像跟个花一样哈，松花一样，松花蛋呢。您这都包浆了哈，好，哎，行，把您那刘海啊挡着点啊，嗯，不老美丽的，嗯，台词记住了，嗯，然后呢，一会儿我一叫板呢，我就上来，等你半天了，对，但是我不上来的时候，人家得有戏，啊，各位都就拿着摄像机照相的，也记录下您这个美丽的瞬间，我还有啊，你不能这个表情太僵硬，那不像约会是吧？那怎么好啊？啊？怎么好啊？怎么好？你得。也不能太乐是吧，你也不能大乐出来啊，哦，但也不能说不乐，你得吊着个脸，那不是约会，那是追悼会是吧？是的，就是，哎，似乐是不乐，那不乐吧，啊，又想乐啊，想乐还乐不出来啊，乐文呢就在这眼袋里含着啊，哦，你让我似乐似不乐，对，乐又乐不出来，乐文在这里含着是吧，行，就这个意思啊，对，就这个意思，还有心理活动啊，还有你等我吗？也想象一会儿见着我了，你很开心。一想想那个画面，你就忍不住啊，自己哎呀，你就开心呐，啊，搓手啊，什么，啊，咬嘴唇，反正你就加上吧，这些动作啊。啊，你看，哎，对，你看有师承，你看试试啊，嗯，行，试试，主要看你。对，扭捏一点啊，然后那个感觉情绪上呢，还得稍微的腼腆一点，腼腆一点。对，咬嘴唇别忘了啊，还咬嘴唇啊，就咬嘴唇，咬嘴唇啊，怎么咬啊？上牙咬下嘴唇。别咬反了，上牙咬，对啊，哼，你这该换假牙了，你这是换假牙干嘛？你看这不合适，是吧？不合适，咬合不上牙咬下嘴唇嘛，就差不多吧，啊，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也难为您了，行，您就坐在这等我，坐着哪有坐啊？你这没坐，咱，哎，一矮身坐比成样，这就好比有个凳，就这样就行。哎，对了。哎，还得把您这个面庞露出来，不能让话筒挡着你啊！把台词记住了，一会儿我叫完板上，唱完了，我这一溜板儿见着您，小姐小生来晚了，您就说那句。哦，行，那您再复习。对，你怎么才来呀？等你好半天了。对，是这词吧？是这词儿，还得挂点戏味儿啊。还得挂戏味儿。挂戏味儿。你怎么才来呀？等你好半天了。啊，行。一会儿您就自由发挥吧，是吧？啊，现在开始试试啊，主要看你。您干嘛等活呢？是不是？等什么活？您坐着呢，您这别这样。坐着。哎，对，别扭。对，您往前一点。哎，对，哎，有点意思。表情不能太僵硬。对了，不能跟有冤似的啊！你哎，对，开心一点。哎，对，哎，眼睛暗送秋波是吧？你不能调戏人女观众，这不调戏谁呀？你这太坏了是吧？你要等着我啊！呀，哎，对，咱们现在就开始。行了，你怎么才来？等你半天啊！对，就这样。现在先来了，走啊！掌声迈步把花园闯。步履轻盈，我过了西厢，但只见花园的门上一副对，上联下联就配个端详，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下联写秋后无霜枝叶长，尽得花园四下望，当里根那根灯当根儿拉根儿噔当根儿隆，但不知小姐在何方。
啊，小姐在哪里？小姐在哪里？哎呀呀，小姐，小生来晚了。你咋才来呀？我等你半天了。傻娘们儿。下面请您。